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好，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我们现在要来开始我们这一次家庭研宾我们联合的灵恩会。那我们一起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一同来唱诗154首。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公民也三马。啊，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学习勉励的题目是“富人倚大楼”。아님바빠지도동안좋으니까이미입니다대목하오여호와의연하도야다아메아뉴아需要根据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이기념서이목구시로지오니시오나이오노미라고도동안좋으니까이미입니다아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的记载카페란드미라이디니도무슨말인지모르시로最主要就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圣子시가가이도하바리마도메기다나하오야바가루사이하나나의아婚嫁的，在啊末日啊之前，临到之前，还有呢，那个一份呢，不许多哈的那啊，龙安福格瓦斯，神的愤怒会临到世间。啊，我德鲁格瓦斯好以做个这大大事，等于都那时间。我们属神的人可以免去啊这一些刑罚。啊，我记得我瓦斯德鲁格瓦斯好以哦，有人话不可能的，米利亚斯多纳萨巴基德鲁格瓦斯，但是我们仍然有我们啊。这样子严峻的一些功课啊，高丽山也是不都在弄啊，把钱买多哈干干农民的啊，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什么那么烦恼，我来加工嘛多啦，农民啊，几干农民好钱都给他过。他会对我们基督徒展开啊更啊严峻的这样子的一种逼迫。所以好是因为多可能这样好有不弄弄，把钱弄你个比哈古干农民。启示录就是描述着末世。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所以对面木西罗好，伊普隆巴达斯卡隆诺米拉多哈蒂尼埃多哈是下一位的米达。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活到那样的一个时候。而这个好，伊我带来的芒果奥利普米达。不过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可是伊对面多马里普泰诺米拉多尼卡比新过的米达，其实我们也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子的一种试炼。啊，或是试探，对吧？哎，瓜丁那地，你看奥利弗那边的哈那那多，盖拉黑瓜哈那那啊，萨斯金巴克斯。魔鬼的工作其实没有一刻来松懈。什么？我答应你阿哥嘛，好，阿外国只在多嘛好可爱啊。但是如果我们啊能够这样子的啊做好各样的一个预备，可是阿哥来瓜丁那边啊，就别弄法鲁索那边的，不要要充实我们的真理。瓜丁那边的那个方丹贝的，伊玛努加瓦斯，不断的灵修我们自己。啊，这个稍微啊，灵修多努力很对吧？并且积极的来侍奉，让自己更加的长进。刚刚发现，发现那是第一代多哈萨卡扎卡诺第一十二方的比较。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啊，原来这个翻在阿丁木耶稣基督阿弥什么阶段呢？我们就可以得胜撒旦一切的诡计。马克啊，巴卡鲁伊斯达多凯拉凯拉哈内多萨利芬雅古玛。所以我们今天借着启示录第十二章啊，那你一定要拿木西罗杰尼秀，我们要来了解啊，魔鬼是要怎么样子的来破坏教会？我原来说翻那个米达好有那加古玛好有什么古多隆埃诺比卡里安诺米拉的教会？但是神又是怎么样的保守帮助？什么那这个都用来弄比什么不告诉阿弥一门的呢？启示录第十二章到十四章，哎，对面你蘑菇西罗就你秀，他们塞进你就永秀，这也算是一段的插曲。好，你们好意，不是那么买多不注目，就像我们刚才早祷会的时候，我们所勉励的。哈提亚多拉比说的你还有上一个该印你的没带。第七章是插在啊这个第六印跟第七印。揭开第七印之间，什么好一点不难？在那那时候，还能么杀了马埃穆拉萨卡嫩，还多萨卡比多达特木干的米拉阿林呐。作者有点就要缓冲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局面。哦，多种好一，把比朱比埃乌拉啊比丘诺米拉好一多埃拉，多种哈特拉埃奥米达米啊卡凡纳。啊，在第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最后，一点点摩诃西罗塞库来多那就一笑。这边就谈到了第七位的天使。推出的第七号。哦，小姐姐你好，我是个比多，哈那里阿祖有好意，米多大多吉呐。当然，第七号一吹，整个神的国就成了。我那是个比多，哈那里阿祖大好多，那比多大一点好，给他给你搞我操，我那接一刀。但是呢，这个七号之后还有七晚的灾祸。搞到啥呢？我那么比多，哈那里阿祖大，来阿不拉比多，哈那里阿我走歪。哦，其实七印、七号、七晚，他们应该是同时结束。啊，那等等好意，我啦，比多阿多达，比多阿那奈啊，琳娜，比多阿那奈啊，开心克特诺高好意，但是过来嘛，只爱过啊，巴拉吉诺米拉。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安排其实是很奥妙。塞伊蒂尼多拉比安排多琳娜好意啊，格法格。但是在叙述的时候，他把它这样子的分开。一段一段的这样子来描述。但是呢，哈萨巴达斯卡罗，那么哈萨巴嘎巴纳吉达南豪伊哈多，伊
来过多东西，哇，哎呦，他都哎，不能没了嘛，马来亚来。所以十二章到十四章是插在七第啊这个七号跟七晚的灾祸的中间。所以好啊，你对面多那啊，没事了，看到没了，那就你说好，所以你没事了，那么爱诺拉。比多哈那奈啊，多达哈多比多哈那奈啊，这个啊开心。最主要的也是要告诉我们啊，我目的都没有好阿布卡法纳，对吗？艺人的结局是什么？我们过三万过都出奇迹。恶人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一过三万了。这在第十四章里面就整个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描述。所以第二个呢，就用小号哈皮拉伊多巴里莫或阿布卡法纳。那第十二章主要谈到啊这个啊魔鬼的。啊，锲而不舍的要来迫害教会。所以，第二段呢，就你修啊，那么个修了好，我在他比啥我也好的说，你阿哥嘛是比格里阿我都丢。到第十三章达到一个高峰。哎，你就算修好耶，我把他们。不过，在第十四章就告诉我们这些得胜的艺人。可是，第二段呢，就用修好耶，不可容易在他那提醒啊等。他们能够得到神啊美好的一个收割。啊，所以不可容易多通爱诺，我个把海阿比修干容易了。最后纳入天仓，得着神。永恒的祝福。所以过来好友，所以好友，我们修改，但阿爸怎么可以定义啊？犯在来啊，给他给，侬讲啥不干的没？但是这些失败者，这些臣服在魔鬼啊，做他爪牙的人，我们说什么爱你啊，姑妈好友，妈姑让他带你啊，姑妈那个怎么搞？最后是啊，这个被收割。哦，丢进了永火的心花。但是塞过来好意，那过来让你的皮皮皮的修改好意呀，一定爱伊。那么啊，他打过在一个什么什么的面了。在第十二章其实是有几个意象。你对面都那摩西罗就你修一个皮那皮那啊，摩布鲁西。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说是有分成三个段落。啊，那个是皮那更好意嘛，和你多另外一个说法。但是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噶我那被这么改很难嘞啊，皮那更好。第二个段落跟第三个段落。其实是在解释第一个段落，也就是意象的内容。好像是一个啊一个啊，先是一个意象的一个大概。大概好一亚亚维古拉马布鲁西哈那内都大概啊八到然后后面在每一段记录里面去详细的做一些说明。啊，对，埃古拉好一来，古多中埃诺巴扎奇诺斯努米拉都在啊马萨比那。我们来看第十二章一到六节。哎，埃文纳比德里蒂莫古西罗吉尼秀伊塞达纳萨奈洛塞。啊，这里说天上现出现了现出了大异象。好，所以蒂尼蒂尼格格拉哈马巴扎斯格雷古拉大埃马布鲁西。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哎，来过来，再要把哎，好一说，哎，好一哈哈，你过安诺米拉过来，西山今天都好一过来，我安诺米拉好一啊，少林啥个啥安诺米拉过来，过来，吉卡夫爱成木里爱过来，都啥啥好喊的那阿福伊斯。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当中疼痛啊，所以好一吉家在进来，比你多了干安诺米拉好一过，比那干安诺米拉。啊，我们知道在圣经新旧约当中啊，麻烦那给带点点多诺旧约啊，新约是修都常常用这个妇人来代表啊，这个以色列人。哦，我发发现我都认为那边代表那边都以色列人啊，是神所聘定的妻子。啊，上班好一哦，把你爱外多，马路哈发发黑，我跟我商量商量。那到了新约，我们会啊，在这边我们也谈到啊，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但是对你信仰好一，我就该少些都没了好一，马路哈发发黑，你基督是多少？所以在这边的妇人，我们的理解。所以一定的，我们刚才那个没达到那个发现，哪能来的？它就是代表着神的教会。在许多教会那个哇，这个神的教会在艰难当中。哦，教会不告诉你神买那个巴克斯，为的就是要来生产神的儿女。都还是干嘛？因为他比苏波斯那边多，我是苏波斯那个哇。在这边描述的这一个妇人，所以一定的多了巴蒂那多啊，但是看多了发现的，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辰的冠冕。所以你们好意哈利哥还没那个其他的好意，啥个啥还没那个福音不福的好意，不是都是啥方福音好意，可能看不啊，那都没有。冠冕在启示录里面，经常是有两个字啊，一定的多啦，莫过西罗多啦，看不里啊，那好意都是一个朝鲜。一个是胜利的冠，啥再好不好容易在喊那看不里，常常是用啊桂花这样子来做成啊，莫里等下好意武汉啊，啊，少林好意什么啊，那马路看风，代表着他的一个胜利。
得到奖赏。오바가로이라이마미라이오피사나이另外一个冠冕，오르마스도아카모리아是君王的冠冕，代表着权柄的冠冕。노도아루안나카모리아대표도킬리하나이所以后来第三节里面大龙所戴的冠冕就是这类权柄的冠冕。所以好이디미도라노니땅에뉴안에돌아카모리놈이라와디니아카모리还有在第十九章，基督骑着白马出现的时候。但面对这些魔鬼许多宗教小孩子，基督多好一金发的光彩啊！他也是带着那种权柄的金冠。哎，我听到一个那个金的啊，那个金啊，冠冕。那在这边所代表的这个富人所带的冠冕，所以第二个呢，我发现他们啊，扎克恩啊，他克夫啊，那个冠冕，一个得胜的一个冠冕。要把个如意盖啊，那个冠冕。所以这边可能是用到了创世纪第三十七章里面。啊，所以我们出来嘛，上面第二好。第二段的书籍第三十七章。这个约瑟他所做的第二个梦。啊，乌拉米蒂哈罗拉尼乌西夫，哈内多拉斯卡多萨啊，那么太阳、月亮、十一个星都向他下拜。阿努亚弗拉多亚基拉多好伊亚都亚兹塞阿萨法乌哈那那阿弗伊斯好米达隆埃吉。后来他理解，那是他使得神帮助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哎，古古拉麻烦来东南求西佛，我领导不了，我可是巴勒多，那一古拉好马鲁，但帮助了别人农民了。那这边也得到了这个富人得到了这种荣耀胜利的冠。所以好，第二古拉发现很多那么古许了好，我那个沙巴那那个卡姆里古拉米拉乌亚。所以这描述的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所以亚巴卡鲁伊塞那个教会不是好事。有长进的教会。亚。马扎克戴亚修改，蒙神祝福的教会。呀，马巴勒塞纽高斯修改。那当然，他最终的出现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里面。在古人马扎克戴哈戴内布迪摩古西罗尼丘秀，就是一个装饰整齐的一个新妇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呢，好伊马基哎，都不扎隆罗米拉好伊啊，伊比内多多拉法罗海啊，马基瓜耶路撒冷。那这边第二节说到，哎，迪内多南戴纽斯，他怀了孕，在生产中艰难。在生产的艰难中来疼痛呼叫。今天还有真的好一点的阿姨，他说我发生差不多了，激素夫妻娃娃都没了，阿米拉干。啊，当然，不能在怀孕的时候就分。免得痛苦更大。我的发发现好一啊，喏，他说我好一，我那是什么娘，什么娘了？但是这边其实是在描写。가산하이고바디나고나로마시教会的存在的目的。오목디노가이란노교就是要来生产得救的圣徒。또하스가지와와오지나도야아마바우리노가와사나네아반즈라이나사오在生产圣徒的这种过程当中，비비미도라지와노미라도어비단한오나사무가와야当然要面对的极大的艰难。오마는샤야오도타나마네아카루파테스一方面必须付出极大的辛苦和代价。요민하이와이라고도롱에노카튼아이아아짜노미라아那其实我们更了解的也是后面所描述的。好，可发了安德维达好伊欧，马达斯卡雷蒂尼阿伊古尔，还有魔鬼蓄意的攻击迫害。安德扎好伊乌比波盖贝卡里安尼阿古玛。好，所以这一段里面谈到生产信徒的辛苦。所以伊蒂尼古拉马斯卡雷蒂尼好乌卡鲁莱阿米苏夫奇达纳阿马鲁瓦瓦马卡瓦。正如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里面所说。安德维蒂尼加拉提亚西欧永修就救世主那说。这边保罗也这样子的来向哥林加拉太的教会来感叹。아이라고비가차너무불어졌는이보로도있기네가나띠아네교계说他仍然要为他们受生产之苦啊，请了好意马上在做米沙利亚外后啊，苏布镇农民来过来卡拉蒂亚，看到没啊？米什么什么？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这里农民在与卡拉蒂亚修永修旧旧色。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所以农民好，看我看到没好意啊？我米料不干过啊，苏布镇看我啊，米什么什么？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那个是好意哦，可能我唯独你也什么啊？马克思对你一不如走的呢？保罗啊，将福音带到了加拉太。啊，基伯罗好给你明白过，好给你福音带到了加拉提亚。在那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伊对你都那不可能不福音，遭受到极大的逼迫，而且还多盖了海兰诺啊，哈古盖，甚至呢被石头打了，差点人家以为都死，他死掉。我跟他说，本来石头发过来，竟然好用，我把他也都神那个阿鲁曼来当。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四章。啊，第二，以使徒行传九三九九用修不能说。这是外在所受到的。
나에게 바꾸다라 하나님의 도움이 있습니다. 所以保罗为他们再受生产。所以我的基督徒好意，哦，米撒利亚不改过啊，苏布真啊，多蒙伊斯坦。我们用这样子的理论。撒古哈提拉埃阿巴卡法纳。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十二章的第二节。我单说啥嘛？法拉法拉，所以大家都那么不虚弱，只有你秀。这就是指的教会啊，有责任要来生产得胜的圣。所以我教会来不使命啊，吉娃娃苏布斯多哦，撒利嘎嘎。我们也要为此来辛劳。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美好的成果。这个是意象的第一个部分。我说在啊，马布鲁西五年呢。接下来第三节第四节。我如果说都好，第三节他们是另外一个邪恶的主角出现。我如果都好，一度呀，马布鲁西哈那那个他是干的。出现一条大红龙。原来我那大红龙也和那个六一定干了嘛？西方施甲。比多爱乌拉瓦努米拉好拉瓦努米拉好伊木头的七头上带着这个七个冠。对，米夫瓦努米拉好比多乌拉卡穆里。好，那这边谈到的第四节谈到他遭遇到的情形。你这里头讲到用些草药嘛，他看用米拉什么？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乌伊波努米拉好伊哈布罗查努米拉好伊乌拉三分之一才能来啊！摔在地上。一家都好，伊嘛都发出电都那。然后龙就站在那要生产富人的面前。我啦，六多人那好多米人都掉哈，是吉娃娃安那发发现。他这边在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噬他的。米沙达拉奥伊，那我那娃娃那么舒服，好单纯，然后你打木出来。这里描述了大红龙的形象，所以好把它斯卡尔多拉皮达安诺亚啊，大梅啊，刚刚那个六是七头十角。有的都好一个比多爱夫啊，农民了木头拜怪农民了，七头上面有七个冠。你顶面多了比多安那啊夫啊农民了，这是代表的拥有权柄的一个冠。但是我去再来是那个了，代表多尼奈。这个形象啊，其实是有一点在旧约意啊带领所梦见。所看见的那个世兽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把它拆开，别让它变成好像阿东马扎在多了，米蒂哈尼达尼尔，等于达尼尔修多了，斯巴克是西罗马阿古本。哦，其在那个基础上面更加的来描述。啊，伊蒂尼多了，你达尼尔阿马布鲁西奥伊去懂啊。在但以书的第七章里面，伊蒂尼达尼尔修在那修，但以梦见的世兽。伊拉古尼蒂哈尼达尼尔多了，斯巴克阿古本。世兽呢，代表着啊，历代逼迫以色列选民的这些。啊，邪恶的国家。哎，我拉斯巴阿古本好代表到哦，伊蒂尼多拉卡马洛诺，伊斯莱罗安那哈姆卡里斯巴代表到大拿耶阿面，哈姆盖阿吉达吉金拉。第一兽是狮子，有鹰的翅膀。加塞好伊啊，我拉啊，西西好伊莱古拉诺尼克啊，不变重要。代表着巴比伦帝国。我代表到巴比伦哈那那面。第二个兽是熊，盘化而坐。加塞好伊多麦好伊代表好旺盛，古拉卡马洛诺块的肉。啊，一个到伊米底下一个是巴达弟弟。一般来说来就是指着马代波斯。啊，我呢好巴蒂那波蒂好多了，波斯还都马代。我个人的认为主张是指着马代。好，我们过啊，看这次啊，什么多年好用马代过来。然后第三兽是豹，啥个多罗好多了，豹四个翅膀。一个一个是豹变农民了。那它啊，可能代表着。一般来讲，认为是代表着希腊。啊，代表多利那好友，我拉马奇盖亚马尼斯莱多拉奇希腊。那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是代表的波斯国。啊，我利那好友，你哈贝多么该好国？波斯。啊，那我说再来就是第四兽。那我那是个是巴达那阿杜本好。其实重点是在那个第四兽。阿拉登那好友，我是个，可是登那一点那个是个巴达杜本。提到那个是头有十个角。是吧？好，我拉福马阿杜本好友，穆杜巴伊布拉瓦阿努米拉，非常可怕。嘎达尔万多，极其的强壮，极自然，大有力量。
땅을 외쳐내라. 다태야 분치 죄쇠. 와, 이스라엘 왜 하고 있어? 마라 사람이 하고 끔끔해서 나. 소생자의 용접 견탄. 오르마서도 하고 야우서 하고 사카사카나네. 이따가 우리 회치도 로마 帝国. 오, 하르도 우리도 하고 로마 본인 나. 나 개인제 로조 당대 유태인의 관점 지지의 시라. 아니, 이때는 유태의 아비 사다코니 하고 있는 이들의 그런 시라. 무슨 뜻이 중요해? 因为 它是一个意象. 아니, 조금 생각해. 아이고, 내가 어부르시 인간이라. 나 그런 타 不同层次的一种意义那这个邪恶的势力在破坏神的选民所以这是受是施教受这是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个受我们这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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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个受我们这个
といてみると、あの幻の完全に就是集中在第四章。エティネエドラスカスパトコラサツサイルメラミカイシャ。前面的三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解释。我一个读过一次啊，比开下面的那多罗阿尤阿鲁本。这个旧约的那一个十角兽。所以我们못봤나냐就아요아루本。基督再临之前的末世再次的出现。나의믿음이아요는그러니해서마하오이유라이마바타스카르콘아루本。使它变得更可怕，变这个也变得哦。拥有更大的权柄，一嘎嘎，哎不嘎，打扰一嘎嘎，哎不，听你一声。现在用七头十角来代表他，所以好一定不能说好，比多爱东风，头上戴着这个冠，哇，那没得好一，你那一股看不了风。如果我们在看到了启示录第十三章，哎，你们过去的就三丘，后来呢？哦，这个兽的这个罗罗爪牙，哦，这个。有海中上来的兽和陆上、地上上来的兽。이런것들은이때이리아마사르가아두펀나이때네아다하오마사르가아두펀하오이뭐잘해서원리스놈이了解的是他是十角七头。아오리는하오이뭐더빠이고이야고와놈이라하오이비도아이푸모한놈이라왕관은戴在那个石头上面。에그럼우라아카모리도라이런것만뭐더반에아푸모한놈이라当然七跟十我说过都是完整的数字。我的说理上呢，아노비도아이도아노모더도하오이간주산에아수아이완전极其的可怕。오다히오도라마카타라완군아루펀도니라非常的有能力。에이런것이쯤이면니까리아甚至从十三章的第二节。아니주산시오다니세看到了这个七头十角兽。마라와놈이소도나비도아푸모하오모더바이와아루펀其实它的形状也涵盖了。代理书的第一兽、第二兽跟第三兽的形象。sampai nang gula tiran nomer hau masalah rumah ayam orang sakat selesai sakat rusak sakat tu ah mampu sih dia aku peni tanili. 所以十三章第二节说，里面都多那九三十三节。我所看见的兽，形象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我马拉外侬马瓜好一多啦，卡达奇侬拉阿鲁班那好一哈都爆哦，侬没拉马扎拉都动脉，我们就是马扎都细细。好，表示这个末世的。七头狮角兽啊！我念了刚才说了，好一多啦，比多奥啊，耶阿夫马阿姆的白货耶哇呀，其实是一个非常邪恶的集团。我念了过来，咔哒啦，我哪里啊？你看，咔咔嚓咔嘣，好像这个龙在带头。好，马上那六国的格里丹都服了。这个海兽啊，就是啊，主要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力量。那天呢，伊利亚嘛，上个阿杜本哈呢，还有天天苏菲戴姆鲁西吉哈呢，那啊，这那后面那个地中上来的兽，那一天呢，哎，是啦，那啊，阿杜本，他羊角如同羊羔。哎呀，哦，服嘛，哦，阿努米拉马扎勒多多弗兰奇，在启示录后面是以假先知的身份来出现。那你这一个人莫不学了好几个，干你娃又给你下过来丢你了没有？也就是这整个的邪恶的大怪兽。所以好有那大怪，阿努本的好多啦，没有错过了在世上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力量。你说你外对这个题材好有袭击，好有啊，我一直都注意到。又有宗教的势力来帮助帮凶。巴多曼他们修修啊，一直进来，你知道吗？整个将士来。在末世里面要来逼迫神的教会，对，你都能一步传到那好多来，这么多人还不给就给不搞，这是非常可怕。他那万啊，然后呢，在第四节这边说，哎，你听听都能就再用些，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我认为过了农民的好意，得到了好意呀，好意给他农民了，他农民是不是出了三分农一场的阿福意？摔在地上之后，他就站在生产的富人的面前。이제또하오이아이때부터이아야노라아화화연지나가미스따라要等着吞噬他所生出来的孩子사비다모라는애야미수부잔여화화연아와
와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很困生孩子好困难아바하딘아이들이다바이나하위아저걸하우래아치워와안소리이스在讲生疏你那孩子我说이미돈이나이딘아이들은리드기하는애아워와아还没有生出来他就这边等着破坏你哎呀알아안돼야자고가서부처님이란아이도미쳤다라고라치아부마一生出来就把人家吞吃掉了수부장단수할때는다모리那这时候没有吞吃掉以后他还继续的要吞吃아안하딘하우자바라치아부마다모리하우이굴하우이사이멀라이호这十二章里面所描述的오라나보라미쳤다라고라주니쇼딘모고시오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带将我们的孩子来施洗让他们施洗了受洗了所以好有那爸爸那都给那娃娃那边的好给你听懂没到不行你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栽培他们的话啊这个孩子能懂没到不能当到这样好他们很可能成为这些大人的口中的食物啊大概好有马路哈嘎嘎能拿到大摩人弄了啊大爱很牛啊那其实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哎对对都能不需要就你说那些当然是已经就你说好我个人的体会他其实就是在描写的第四节第五节里面的内容第七节里面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好像是才接着发生的事情其实他的动词形态是过去式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就是天使长一般在犹太人认为他就是犹太人的保护天使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和大龙征战吉米加勒哈维达克努拉左右好肯定都不左右农民的哈维米瑞夫还有那龙可以带着他的使者一起来征战我的六好比那一个农民让他说你带啊米夏要马拉埃斯结果这个征战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什么你都是马拉埃斯哇龙没有得胜在巴卡路亚过了六龙失败马失败过了六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伊卡卡勒哈维都不能米拉他马罗埃好所以接下来第九节的后半段就记载着他就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这是在解释第四节所以你看下一段为什么这个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我让我问那我那六度的那好意思啊不是咱农民了过了三分五一次啊一次好一次哎妈大别大别的撒斯卡在天上只是在树林里面我们说一个卡拉人好好努力的地在树林里面的征战他失败你今天都努力的卡拉人好妈失败了是犹太的天使长我让保护保护的天使你家人啊那那好一个米天不过塞多你说代表着正义的这一话代表着选民靠着这样子的一个树神的给予的一个力量代表好多年听你哎告诉你老爷你摔坏这我们打败了魔鬼我们打败魔鬼就是把魔鬼摔在地上马上可以都把路开都给他好一他大悲啊那个地都那是干净了我们来参考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这里我们的以路加丁来继续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路加丁来继续十章十七节继续就哪呢所以记载的七十个人传福音欢欢喜喜的回来我说跟你好有那比都不如安奈啊不等都不定啊妈妈给你路盖就像主报告你来过别不过不要急什么主啊因你的名就是连鬼都服了我们哎呀耶稣啊好你一点一样的能力说好我的家公嘛还有够是的主耶稣对他们回答的话看啥呢我老爸从哪里什么一点耶稣说我算你什么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当门徒报告鬼连鬼都服了他们呀你好过过了第四节什么好假过嘛啊你还能改要弄灭了耶稣说到他所看见啥个你也什么过了马上我也弄灭了我们看懂我们的中文
德文的圣经，阿拉文的米达布纳西修，我曾看见，马拉维诺马布伊蒂亚乌，啊，好像指的过去的某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啊，对的，还有马拉维多阿什么？其实希腊文的圣经是未完成式。啊，伊蒂尼多罗希腊，阿拉维西修好，早格拉基古那什么多呢？意思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我的印尼多南路伊蒂亚乌达尼尼，这个工作都还没有完成。我那什么多呢？那好当阿亚维后，所以是未完成式。所以早格拉基，这个意思是说，我印尼多尼那。祝他哦，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啊，哦，米拉好伊那伊里瞪大你你，他都看见的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马拉瓦伊多努卡瓦斯好伊古拉，恰古马好那伊迪尼卡卡拉的马萨盖多提提里好伊大力克鲁日上来。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哦，伊米你什么？我马南，我看见你们得胜的撒旦。马拉维诺马布好伊伊帕鲁杰多姆奇撒旦呐，把撒旦摔在地上。伊大贝阿德那么伊蒂尼多那斯卡拉斯，因为我们奉主的名把鬼赶出去了。上面看到反正那个尼什么好伊马拉维多反反。但是这件事情不是到你们就结束了。这个当然是个马拉维诺马布对立了。就像我昨天在谈的，哇，我们今天仍然继续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继续在赶鬼啊。在你们接下来要面上那个鬼，真的是尼什么好伊那伊蒂尼多那带你一下我操，主给我们的权柄。在你尼什么听到。可以来践踏蛇根蝎。马任马萨卡萨克罗米达古拉，오늘하도야집도가야하는선으로가야해。蛇根蝎子常常代用来代表魔鬼的能力。오나오늘하나나의하우대표도이전이야구만。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九章或是后面我们都看到的这个蛇跟蝎子的一个出现，所以阿玛拉姆的这里蘑菇西罗在九十一古拉好伊拉伊古拉，我那儿还多少罗拉的改善，都改善了。启示录第九章的第十节，伊蒂尼伊蘑菇西罗啊九十的九岁，还有第十九节，按照九九岁，这都谈到这个魔鬼的军队，哎，马斯拉格伊古苏皮带一样，我买的呢，它的尾巴是有蝎子。的这个尾巴，我一会儿弄个马车来做基督教阿拉比卡，像那一类个小龙猫尾巴，或是尾巴有蛇的头，能吞吃人。啊，侬查好一会儿，我弄马车来做凤凰，弄个马什么呀？但当到我们靠着神来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但是呢，被跟基督教我查好一啊，你为什么呢？结果我们可以把魔鬼给摔在地上，马什么呀？大便的不拉叫，那启示录十二章这边谈到，你真的蘑菇去了，就你修好。这个撒旦是怎么样的会摔在地上？我那叫阿古曼吉撒旦，上半天我跟他别人在做那啥？就是因为我们圣徒在树林的征战能够得胜他。上半天他我努力的干呢啊，我们搞我啥跑出来给他进来呢？这边用尼加勒跟魔鬼的征战来做一个代表。所以好代表一点的多拉起尼加勒跟他树林带路搞我啥都你阿古曼。这种方法也出现在代理书的第十。一定你带你的修来去修，来过那双龙呢？那这边有特别介绍这个大龙的本质是什么？我那双龙呢，好一个什么？那过那是火系多啦，第二个呢？第九节这边说，就是那古蛇，那就是一定的好一路里怎么了？我那可能有点在影射着。引诱夏娃犯罪的那一条蛇，名字又叫做魔鬼，魔鬼又叫撒旦，撒旦是迷惑普天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他的工作是要迷惑普天下。那撒旦的一个意思，他就是一个空。好，所以我们接着在第十节、十一节里面，所以这边都让几十、几十岁从那摔。好，这边我们看到，当魔鬼被摔下来的时候，因为从那摔了好一把大背，从那脚不麻的，从那摔死个。他看见了，好，约翰看见，马拉维尼约翰尼。哦，他接着就听见了一个大声音，你那怎么等于从那摔了好一？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我也是故意弄迷糊迷路，告我是好意啊，听你弄告我是那喊的你好意啊，不拉几爱都一拉。好，这里所表明的是什么？我们不拉哈达达斯卡勒的名。神的国临到。我听你弄告我是好意，马布奈多。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对，那边在路加定就一宿。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定就一宿。十一章，就一宿。第二十节。你几岁？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好，
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お救いの側は、お真理の側は、お一つの側は、何にあの果てに這い、迎えられない。とはまたしかし、聖灵降臨在教会。啊，有圣灵的教会的教会，教会得到的权柄，一个力，天理一正的教会，能够这样子很快的把福音传遍。刚刚啊，我们的那个富贵，面对着魔鬼各种的阻挡，你想要都比得那阿古玛，都能够靠着圣灵来得胜。那今天一次的阿古玛不可容易，在使徒时代是这样，一定是不期待起来。在今天晚与圣灵所建立的真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你给大家录一个人的那啊，我那他会多一次的信息教会，因为神的国临到了。所以我们有权柄能够来将魔鬼摔下。所以第十节的后半段到第十一节。所以第六段第七节当然是也一个多难注意些。这边说，因为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三万好意，我一样三万比第一次那边告诉给他，那他那个在当好意，原来都没得百姓了。魔鬼随时站在我们的周遭。啊，那你不能给他过来吃阿古玛。准备要来控告我们。这个比啥话让你告诉给他呢？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一边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记载着撒旦站在耶稣亚的右边。阿拉罕古拉奇撒旦那一边的一个，我那罗让你有希望啊。这个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撒加利亚书，这里面的一撒加利亚书，这个虽然是一个意象，但是它其实就是在神在指示。神他们在重建圣殿的这样过程当中，刚才三号也哦，把他斯卡人的高山已经把敌人都拿啊放在来啊马进高山。魔鬼一直要来控告哦，这个大祭司耶稣也。在个啊，我们到过来讲，阿古玛萨比古苏奥要来阻挡整个圣殿工作的一个进行。萨比达克拉奥多达亚把敌人都攻灭了高山。在这边借着这个意象，他们在里头拿马布鲁西多呢。神叫啊这些使者来脱去了耶稣亚。身上污秽的衣服，因为那不用说，那个我那主要弄没了，好也冇带去。带你过来，你有希望好吧 ？Come on， 为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把你过来洁净的冠。我顶不拉在马克巴海的坎里，很多你过。所以撒旦的控告无效。所以我有读过，哈基诺都鲁斯的控告，因为他们已经受过了神的管教。什么？马巴哈凡的爱德姆高长。现在他们照着神的旨意来重建圣殿。那好，因为好了，说阿德姆高是没哈布罗曼的巴提伦多哦，马基。魔鬼虽然站在旁边，百般的阻挡。控告，因为都不能加固嘛，阿那呢啊，你等啊，阿你控诉什么？但是没有效，我一次努力了。神啊，这样子啊，来借着这个意象来啊，勉励他们，这个圣殿一定会完成。所以你百次不告我是好，我那不听那么多哦，我面不告我是做个账嘛，记上来。同样的啊，其实如果我们为魔鬼留下一些地步，阿那韩国来说了，好要你那个帮哈，那边到过来加固嘛，耶稣亚他们被控告。就希望安尼嘛，复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先前的一个犯罪，阿拉这个来过来到巴达拉切蒂亚以至于圣殿被毁，所以啊，马巴拉沙瓦都乌面都搞。那也有可能是指的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阿拉这个好一定都那个巴努卡尼巴巴提人多啦，米沙利奥遇到困难就停工了15-16年。哎，阿拉都过来困难，那米拉好吧，沙拉拉沙都5、6、沙瓦米沙。一直到做意象的这一年，在阿拉都过来让多啦，马布西就是大利乌王的第二年。你大力乌喊的那个，他们开始重建圣殿，把敌人都知道都污蔑啊！结果撒旦就马上来阻挡。所以说他们得了，我来加固。但是神帮助了他，比他们都高我长了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可以得胜魔鬼的一个控告。那很难，一大不干的都来控诉你阿古玛。因为有神来帮助我。因为控告我上帝他嘛就当了。其实十一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得胜撒旦控告的一个原因。所以你都难注意些，突然说了，我把那古拉人你按住了，比控诉你阿古玛就当了。就是因为羔羊的血。上面那个那伊拉姆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耶稣基督好意，你们就知道马萨古拉马斯伊拉姆的名。它不是只有在我们吸引的那时候有功效，所以定了这张八星里面的伊拉姆的果敢，这个功效是持续的。哎，但他乌在乌那个一次多年来，我们信来受洗啊，所以你们当你八星里这个洗的果效是一直持续在我们的身上。我让那古拉八星里阿那一次多年来好果敢，那么一来敌人多年来，这是建立在神跟我们的约上面。三万好一点呢，把这一点给他都给我搞死他了。除非我们把那个约给破坏，我该还能给他把他杀完，把他都给我搞死他了。你就犯了严重的死罪。来，你个巴旦，我来把他杀了。你不认神，你拒绝了神。我跟他说过好意呀，那主要是到弥勒斯都搞死。你把这个约给撕碎了。
아는자아위지지하는수고나갖다들었더니나这个保护圈就没了。我要没干嘛？哎，说那하나님하위어떤魔鬼就可以随意的来攻击你。바이뜨마가이거를자고마아미가리안수나。所以当我们保守在神的恩典当中。神사랑만노믿고믿고사람이믿기때문에羔羊的血。야이람의도프란시야帮助我们得胜。마미가만기다나바가루이还有。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一点呢？哎，但是讲到你的哈那那面包在那，他们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那一点呢？约翰那边都那就那那些到了这一个啊，使我们成圣的真理。啊，都中了是个反差，那没得哈那那啊，不敢说的，那个起码不高。在十七章，就那那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约翰那边就那那些。宣传神说他并没有。求父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哎，对你们来说，好意，我也不说你什么都我嘛，不必要去担当多那啥事。但是他求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们来过这再多重要一弄，他妈的就是保守我们脱离那一个恶者。你对你们那救过谁好意？那那不必要生气，他多那啊，蛮有晒。然后他求神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伊拉布拉比尼当尼尼耶萨玛米蒂尼蒂亚布拉索利纳啊，心里努米拉布多隆埃卡鲁伊夫米。就是神的所给我们的救治道。我那个米索兰好伊多啊，麻烦那伊达多拉斯卡基丁啊，伊达拜伊这个道来帮助我们成圣。啊，米丁多布拉索利纳达基曼布高萨达翻藏图伊达。所以我们进入了这个信仰。所以米索兰伊达多拉比辛苦努米达。我们啊，专心的来学道。啥子差不多做东西，大米哈达达那。我们经过了听到的过程，你一定比等于农民大学习了这个道理，米哈达达米达多那，并且最终将这个道理给实行出来。你们农民能好一把它使劳民在比那个这个大，我们所见证变成是我们去传道了。所以我那比把我再哈那的好把它那个农民大，这个道会保守我们。我那起码都告诉你，那好比什么故事，你明白其他的。然后第三个条件，啥个都罗啊，究竟是博爱其生命啊！啊，我都罗爱的，可以不让那口音都没了，那过来一面都念了。就是你愿意为主来舍己呀、啊？哦，你还一句说好意思给你告诉了，把什么什么？就是马可福音第八章里面所说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我那边说过你了，好嘛，带顶多了啊，来还需好意。阿弥陀佛，大观呢？不用认，不就这样子念？最主要的在讲什么？我们那个是个概念，说出来。在讲，当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被抓到公会，或是被抓到光谷的面前的时候，后来十二多年了，阿弥陀佛，你不信过好意，马勒不给你大好意，你下药多哦，到了塞班罗大巴，你被逼迫，如果你要继续信耶稣，你就是。要死路一条。俺们是好意，马古盖好塞班，带一点了好，俺们心情嘛是去接受嘛，我把带就说。如果是你放弃信仰，你来拜这个该撒拜皇帝，你受这个受的印，你就可以免去一死。俺们把撒瓦达那么说，那不信多，那么说把些地名多了，你打完了多了，你该撒那那好意，差不多把带说。那你要选择哪一样？我们不怕心情没那么说。不怕，不爱惜生命。所以我说的那好意，再该是地名，我里不弄呀，我都弄来弄开不了。其实这就是第十三章里面所描述。你爱跟他们过去，我就三七五跟他说了。当这个啊、哦，这个兽跟圣征战的时候，啊，你都跟他那个什么阿都本哈都给他那我不是讲好。很多的信徒就失败了。阿罗曼多萨利卡卡好塔拉迪古鲁多，但是有很多人得胜。阿罗曼内不可容易在那些不害怕牺牲为主牺牲生命的人，他们得胜。你跟我说的另外一路卡比克西诺米拉好不可容易在多，虽然可能他们肉体上是。被逼迫而死。啊，这个印度的钱啊，别人啊，好好苦干嘛，把他哎，完了事。他们哦，很快的就复活。高丽山刚刚一滴八代嘛，复活了。第七章里面所描述。体内多了不修，就一修不能说。最终的，当然最，它主要是指的最终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哦得到复活的生命。谁过来好意，但谁过来要把到底过来又告诉阿爸复活出来。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好意把一根管给他们。靠着神圣的道。一定能多了，不可能一代还能来信仰的，不怕为主来舍弃生命的这样子牺牲。比起信努米达多，我力努米达。哦，我们绝对可以胜过魔鬼。说个字，巴卡鲁伊提达加古马。我们可以啊、一再的把魔鬼摔在地上。马肯提达啊，达比提达加古马。哦，但是魔鬼被摔在地上，马达比布拉加古马，他不会就此罢休。还能还多阿波查多卡比另外个时代。他仍然会去逼迫另外的信仰。
Ayaw pikirin lumirang rumah asal ikaka. Yoci sekang sentuh lah ini sini. Mengarang dia faru hayo wa suhu cen asal ikaka. Bisa rong ibei kun ci lah. Nah, ya tak mungkin lumirang. Genji bijau kuwen lah. Sama nak awi saya kata nak tukura lah. Tandingan lumirang. Jadi di sejie nama yang kuban tuan dia suhu cen. Soi bim tu nak tayong si cipu nak suar hawi. Rong zanjai na sentuh nak kuden na mien cipu. Orang fafai kura diw hawi tirang sana ibi ni kaya dua sasuk mami suhu sa apa panya. Sentuh nak jauh yau kun ci lah.那个吉娃娃进了好一三啊，米塞门大。我夫人果然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呢，吉娃娃都跟那方法一样。这，但是这边说他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伊拉说过那说到你那好，他罗马拉古多罗马伊都卡比一个字都没读。还有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然后我努米了好一把这个弟弟卡马鲁安努卡瓦斯。一般其他的教派有时候常常把这个解释成耶稣。还有一个阿皮盖香罗马布达丢盖好接什么？那这样子教会生耶稣吗？那我丢盖公师傅在接什么？所以就必须把这个妇人解释成玛利亚。所以叫做好盖香，很多阿玛拉拉布拉吉波方法很多的吉玛利亚。那一下一解释就完全都不通了。第二阿皮盖香好一阿多奥萨西布尔什那一段。虽然第五节里面所说的描述，所以第二个呢，大概我先说那巴蒂纳维一点。也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描写基督。出现过。摩西罗就救赎好伊多纳基，基督好亚伯达斯卡。啊，不过我们也发现，在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也出现过。高利亚山里的尼摩西罗尼秀三秀，哎嘛啥的。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你第那个那摩西罗在尼秀，好的，第二十六节。你就罗塞，啊，这边是谈到的对推拉教会。得胜的应许。我那时候对面还多了推呀推啦，那还多了，可容易在。你必用铁杖来辖管他们。就那个杖后面的，对面多了起码那在还那在啊，一千多米的阿米冠。另外呢，也在老底家教会得对得老底家教会得胜的应许。我那时候都是听老底家阿舅讲，好那好多了比较顺利了。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摩西修了三修啊，你就一岁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的宝座上面与我。哎呀，不可能！再让他们听个马路，安他妈个米卡布卡古那马路。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男孩子是自责得胜的胜。所以好有那反那耶，多拉娃娃多拉维那安那也不可能一再让他们生个干。因为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付出了辛劳，付出了代价。什么？那我叫个马车，怎么反那吉娃娃好有我打？哎，我们把他烧了，我打你几那面？虽然魔鬼要吞吃这个星星，哎，三个币，打不着那那个家伙嘛，多拉法鲁还是一个干。但是最终他还是能够得胜。他生过来好，不可能再。但是魔鬼就这样子罢休了吗？那家伙么多人呢？好，没人动。第十二节里面这样子说：“你都求你休，求你休，哇，不休！在诸天跟住在其上的，你们快乐吧！”哎，我一定爱多那啥斯卡拉那奈好耶，干嘛干嘛？刚才好像描写是在天上的情形。不是，说你好，对，那个卡拉耶那什么？其实是在树林里面。对那多努力的基，对那些树林得胜的圣徒来讲，对那多那努力的基，安内不可能。魔鬼完全对他们没有瑕疵的力量。啊，我也不好，比古拉么大一次好了，你阿姑嘛。他这边来到了地，来到了海，所以天天好一点，对地要聊了，哪里对地你还他知道？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麻烦来到过来加工嘛，这都把不服两期了，能不能下到那里去？我那次多的时候啊，当然够米了。那当然，这就是对第十三章做一个预备。所以把你哎呀，我都拿刷都拿九三九，这是要告诉我们。魔鬼他不会善罢甘休。我那加工嘛，好一做个很多，他会一波接一波的一。对这一个，对这一批信徒喜欢，就跑转移到另外一批的信徒。咋咋咋咋？还是那股大妖孽给我骂我自个儿，跟着不可入侵的势力干的，想办法要来吞噬。我你呢？那是那个过大漠人的毛骨悚然。我们啊，第一个阶段我们先到这边休息十分钟。啊，这个灯上那都不是个农民大，不是个。那我再来解释第六节跟第三个段落。那时候你好，一到六岁之后都是个独龙，不是个农民大。红心墨的，那再给他们木刀。阿门。没。好，我是老弟的号。好，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默祷。阿门。好，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第二个阶段。你一般在讲耶稣基督，你可比多么准备的？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이사람이사나가는미다하기때문에이목구치로암지오니시오了解到的魔鬼被摔在地上的真相아오카바나안나미다도사마네코니가타파스니아쿠마아타니코나스카其实就是我们圣徒靠着神的帮助
kita usahkan kita kau perawatan kita tu pertama mengawas. 靠着圣灵的力量。你只要给他到这个方向，我们绝对有能力能够来战胜魔鬼。我们能够一再的将撒旦摔在地上。当然，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来了解我们得胜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羔羊的血。我们啊，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的来得胜。还有我们所见证的、所传的这一个道。另外是，我们都要有为主来受苦。来不是的这样的决心。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哎呀，我们做那么大啊，你深深的大啊，马大爷。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你们不是有救你救那一些？啊，这边说不能就逃到了旷野。啊，我说一个你好多了，我发现好一点，你比你多了，那可拉的比你们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啊，因为那个多罗麦诺比拉塔亚努卡瓦斯那那啊巴修，使他被养活一千两百六十天。所以伊拉多罗比巴里列，起码那一千年个都不只有啊卢米亚。哎，这边为什么突然记载的富人就逃到矿？那说多年了，好嘛那，那说啥啊？米利莫盖古拉巴巴亚的拉克拉，而且矿也是神为这个富人所预备的地。巴巴汉古拉拉克拉的古拉说多年好哟，米拉塔亚努卡瓦萨那奈，在那边被养活一千两百六十天。提提拉古拉比巴里列内拉巴干吉兰的一心两股六股九啊。其实十三第十二章的十三节，伊提尼伊尤尼修九三节到十六节。当然上就就是在解释这一节经节。啊，我们看下边多那说了多尼难。好，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这里面的也就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我让六旁的麻烦拿出几万多在那多那斯干，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他过开那边来过来，你起我我哎呀，那那多那发发炎。刚才是要吞吃孩子。所以上帝好像比打不到那个娃娃。那其实吞噬孩子的同时，也是在攻击妇人。哎，我那打不到教会。突然娃娃都没了，好也我没看见。好，那这边就改提到了，好，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这个妇人。这里我来说了，好一个一个无边的大爱啊，立刻把爸爸一个爸爸养，叫他能飞到旷野自己的地方，都还是看看爱都没了，麻烦等你那个那个农民让奶奶啊，干嘛都爱来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这边提到妇人是怎么样子到旷野，所以我说的那什么呢，我来带了我发现你的那个前面谈到妇人逃到旷野，我还要好意什么呢，我来比利亚斯那么带你的那个，这边说有两个大鹰的翅膀赐给这个妇人，因为我来不杀阿达呢啊杀比比阿玛拜尼，我当然就是神赐给他，我拜尼告诉你呢，叫他能飞到旷野，都嘛是那么富人那带你的那个啊。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旧约的一个形象，因为我来那比你爱一旧约看那比拉萨安的米了。我们看出埃及记，这里面的也涉及以及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九九九，好，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西乃山之约所记载的地方。刚才那曼的米达古里南好一点，刚才特克蒙高瓦西这里以西乃亚马阿拉奈。出埃及的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就是西乃山之约。啊，以前那多那涉及什么东西？九九九好一五节六节，我听那个啦。我们西乃山刚才特克蒙高瓦西。我们看十九章的第四节。天命多那九九修的用色，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当神从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呀，保利贝多高从以色列变到那边，你记不懂？当然，先是进到了旷野。现在来到了西乃山这里，等于说到西乃山在这边神跟他们立约，在这边神颁布了律法。这边描述的是神好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在这里面，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
또아라반드다다니모고시로지오니시오好，也是同样的类似的情景。아자라이고나마하니난神啊，为了保护这个教会，保护的妇人，사비리모고사비리모라모가와도나교회하오，赐给他大鹰的翅膀，把他带到了这个属灵的旷野来。바이냐도미라도라무디디게하나네오비하오이다이미디니도라나그라。那是十二章里面描述的情形也很特别。但你读那旧约书，还能有啦？比阿斯卡尔那个是说，是神为他预备的地方。我们大家在那个我上那那啊，以后主呢？又说是他自己的地方。你那是不说我农民啦？你要发笑。神为什么不是把他带到这个繁华的都市？那呢？这个带你的那个路牌，还能那啊，马吉乌比格里，或是丰富的草场，还能啥？带你去牧师嘛？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还能什么个牌啊？康丘嘛？怎么是将他们带到了旷野？带你安家哇？哎妈！好，这个我想我们就必须从他的属灵的意涵去理解。第一个罗迪，第一个我们比较喜欢哦。当神从把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我讲我超过你另外一个以色列，可能等你等你拉克拉。当然目的是迦南地啊，目的那边迦南爱是留来以命之地。那这个就这都哇足够了。就今天神要将我们哦从罪恶的世界里出来。我把天上过好那地里，然后好一跑一分钟高兴的。神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带进了将来天国永生的国度。我呼求路高，我稍微跟你现在跟他答应，你去搞在给他搞弄没了。但是呢，为什么要来到了旷野？那嘛那，你那地里那个人，那就是要来磨练他们的灵性。阿拉哈古妈咪公领的喏，立地起后面喏，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把他当成我的名字，我的话，我的话，可是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所以你到把他都旧约，我们只看到了可怕的旷野，我那个打扰跟啥的，可能马拉维达，但是我们却不是看到了恩典的旷野。那个是这个阿拉的名字，叫农民古米阿内拉，可能其实。如果你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第六个历史是从以色列比他爸的好耶，他们从出埃及，那第二个是那个第二记不动啊，一直。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哎，你怎么多爱点多那可能好？从进入迦南地，那对面刚不从都看到，我们看到的是四世纪里面的记载。你怎么那个都西西记安那个啦，西西记过啦。一直我们看到他们被掳离开了迦南地。对，那是一个马拉多米达，好厉害，米亚塞多那看到。主前的586年，哎，对面一。第二幺年什么？雅各好也哈的就过六年。哇，在这将近900多年，快1000年的时间里面啊，但你哎都把我来一点点多呢，马上去进那个。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他们到底跟神关系是什么？马等那大神嘛，那个啦，肯定那边不搞我啥。现世纪的400年，一点点多呢，实际好也用雅各呢啊，是跟神这个啊关系非常恶劣的。呀，再讲爱国肯定那不搞我，他描述了他们。国中没有王，上八天那国好一点，你给他给他们，我多入个人任意而行，我拜他们开山来啊，不是骂农民。对，是，刚才我们早上我们所读到的17章18章，描述他们信仰的败坏。所以对你爸爸这么好一些，是就那那时候就还是有好一点那个失败路的那不行。接下来的19章到21章谈到选民道德的败坏。哎，对你就优秀，但那你就一些好多种外头是给对你这个啊，都那谁敢做别人家的啊？他失败。到沙漠才是短暂的。恢复了他们一些信仰。但是你都在三月完好，一度几好，一来啊，罗马都把信过。但是立了王之后呢？刚才是啊，保罗上都有不断了。扫罗好像是合人心意的王。去扫罗啊，我一哈多么大多罗马人分说，俺们搞哇！但是他第二年当王，第二年就违背了神的旨意。拉多罗上多了，都是这个都是阿面战好，米勒是大卫王。好，是神和神心意的王。神也没得中那块钻那个沙多路。但是他做王也不过40年。高丽莎是不不让过来那多路农民。再来是所罗门王。但你就是所罗门啊。他虽然早期为神来建造圣殿。也要好一番，你都把钻那块地人都无面好高。他做王也是40年。哎，看他多路农民是不让。但是他的晚年呢？高丽莎再一个都二十五年。看到他就犯罪败坏。他没得好一把，他进了他没打我们的工作。然后从他的儿子开始就分裂成南北朝。但你娃娃农民。北朝19个王，没有一个好王，都在拜金牛犊，也拜了很多的巴力跟亚瑟啦。你家没啥多啦多啊，希望啥方还能多？我估计再多，我他不容易的，哎呦，那个神明当然都顾着。南朝多活了100年的历史。哎呀，那个地方还能两千多来多，什么我没吃汗。总共也是只有19个王。哎，哎，对你希望啥方过啊？多中多多了。但是其中只有8个好。高位上发发罗爱国嘛，哎呀，多罗。八个好王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对你多罗发发罗爱嘛，哎呀，多罗，你来嘛，所以真的只有西西家王跟耶西亚王比较有好。
好的宗教的感情。耶西亚的西西家，你看伊哎啊，你感激在，然后之后就被巴比伦灭掉了。那一个人好弄不来啥话，还就弄巴比伦。刚才给我干算了，这个好王有带领的信仰崇拜的大概是哪几个？加起来可能不到一百年。所以我现在那边好有说的，那别个人都没看巴海，那好耶啊，多少好耶啊。把他的个人好友在发达了，会懂什么安排？所以我们看到的旧约历史其实是一个啊，我们看起来是那个神真的是在这么磨练他们的啊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事。所以你明明一个信徒以色列变到了，那么还能如何上阿拉伯？但是你忽然在安排，但是他们往往是失败的，是陷在罪里面。阿拉伯还好，那时候亚撒嘛失败过了，以色列变到了。还有悖逆的这样的一个事。他都谁过来？伊拉神那过来，好牛。那反观你前面在旷野的那四十年。所以이들은스팟포로안나이도라가그런아포리입니다虽然好像我们从出埃及记、民数记看到的，好像是有时候他们失败，神处罚他。啊，马老那边那边信息什么东西，等等民数记好一失败，那边好一比撒巴利弄个哇，但是其实那都只是几个点而已。可能是他这在多少多了，忽然算过来那。没有水，埋怨被神处罚。哎呀，今晚好一，这人用因为好一也家里安多弄个哇，没有肉吃，埋怨啊。一滴拉多好呀，我都不滴滴了。牛多神满足了他们，但是也可以给他们该受的处罚。哎，百年安努格沃长了好高了，哎呦，那古古木格沃是比有有人违背了安息日，好、哦，结果呢，哦，也被处死了。伊拉过了这个别克隆团是不理解，安那那一代都好一把他牛弄了。也有旱滩迦南地，结果啊、哦、没有信心的旱子。伊拉过了米苏拉百伊蒂尼干那好米诺格已经了好欧辛古努米拉。哦，所以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几个点而已。所以我们阿拉维努米的好在在就是多罗。如果何西阿书第二章里面，但是安但以何西阿书，他确实用正面的方式来描写神要把百姓再一次从被掳的地位把他带回来进入旷野。我来说说你那么好一窝，那佛罗说阿摩告诉你，第一把他自己让他为啊，辛苦你出来非常好，把他修人都没办法，带你第一一鸟。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何西阿书第二章，对，因为在以何西阿秀的那秀，何西阿秀的那秀十四节，就永生。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们到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啊，这个原文没有出来。他从那里，我必视他葡萄园，又视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好，这样一直读下去，整个段落。是，我是很大的一个。哦，这边谈到神要把他们领到旷野，说安慰的话。所以好一个人，如果我唱了等于那个人好一，一定能塞那么说，如果我在那边赐给他们葡萄园。所以好把你那都辅导应一下。赐给他雅各谷。那边那边那都啦，诺雅各谷是什么地方？我们那过了雅各谷。就是亚干犯罪被处死的地方。就亚干一定要好一哎嘛，把代金啦，还能啊把凶。在那边把罪除尽之后，你得到好意，把他烧上，不给他扔一滴了。神再次的与他们同在，所以好意以他不必杀，要弄个什么？所以这边说，雅各谷来作为指望的门。所以一定都拿雅各谷啊，那个都卖弄，把路路准备啊，把我喊回来。过去那一些不好的事情，神都已经赦免。所以每个人好意，万一路上一顿哎呦，喊那好意，每天我按都弄个。万一神要再重新的出发，你杀巴路，还有个我杀巴路，要像他们对他们从当时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一样，马上不要能够转入高山阿巴，但是刚才那点你承认，神要跟他们建立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看进入高山阿巴，你进来马上要多你看到他摸这个意思就是我夫我的丈夫的意思啊。我一面多呢说多你那好有福音，那就那么不神，不再称呼我为巴利，再也多了是巴利啊，巴利是主仆的关系，巴利上的好有道理，一个是夫妻的关系，一个是主人仆人的关系。啥个再好有那个那么啥干净，如果是多多方啊，多道理啊干净，真要跟我们。重新的立约，所以后高上面啥要给他们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马拉都没到过以色列，非常有经历了。神天天用玛拿养活他们。多罗米阿米阿，玛拿不是百年高？四十年的时间。是巴布罗阿米赞。哦，他们在那边一定都遵守安息圣日。伊迪拉在那边路口多，我那会儿转到安苏古尼。因为他们借着捡玛拿的事情来教他们守节。三万毫米在六度那啊，比库波多玛拿好多，是阿巴内路口多安苏古尼。在那边神向他们颁布了诫命。所以那好一百里马库高我。都是一个神的名号，所以他们一定都是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好，比如说一进来都拿过来转过来，哇塞！然后呢，有违背神的命令的，马上神就给予处罚，然后罪恶就止住了。你那个转，那等转不高，我是阿弥陀。哦，在那边
神带领他们经过了旷野。그리고가와잠이라고도있는나타났잖아睡食物不缺所以하고나는또가끔은하오야가장旷野的生活虽然是非常的恶劣的环境이미나타나하오야하이쪽아야따이뚜구나단계오도但是白天云柱가을샤토로비아타오이为他们遮阴遮凉고이라고하기이종한겁니다也带领他们前进的道路그리스도미라도하라라가뜬겁니다晚上旷野非常的寒冷도라다야이드니라타나하오이짜인수就变成了火柱아야쯔띠알로떨마하오이말은就为他们带来的温暖이라도고라고강아아이노띠르놈이라파텍所以这四十年来讲그나스빡보르하는애무짜하오이其实就是神跟他们随时同在的一个神。阿拉伯人好，我比你卡乌丹诺高斯阿罗米阿古拉。他们在这边经历了神恩典。米拉古伊代多多米古米诺高斯阿纳奈。所以我说那是一个恩典的矿。所以好，乌亚努米古米阿内阿拉格拉古拉纳。我们再回过来，所以很大看到比过罗尼舍。阿拉多诺米达古拉莫不朽，就你朽。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你对内多啦，干干多尼古拉。为什么神是将不能将教会领到了矿？米拉乌拉法法伊安乌丘格沙奥西法代米诺高斯比米拉格拉。还说。那是他为他预备的地方。伊拉萨古说：“米达拉盖莫高瓦萨纳奈阿巴修古。”也说那是他自己的地方。伊拉萨古拉说：“乌努米拉萨纳奈尼阿罗古尼奈。”其实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哦，阿比达巴多尼哈伊，达拉曼奈古拉帕斯卡诺纳西古。今天神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了这样的一份信仰。高瓦萨尼尼哈伊，帕斯古特尼亚吉达马扎雷多拉哈奈阿比辛古努米达。神其实是要我们经历。恩典的旷野，才能够进入到迦南。阿拉伯比利夫带领高斯在内地的农民古米阿那奈阿拉格拉马达奥巴佐莫塔尼来对地干呐，不是在把我们带进了像埃及那样罪恶的繁华的世界。主啊，把我们那个地都搞出发，哎呀，那其他外乡的那一点都那记不得，那边放纵我们的情欲来享受。哎呀，一点啦，上帝啊，你是大吉大多啦，你到前面那敌人那边灭喊喊。不是的，神是要我们离开舒适区。主啊，把比利塞古高斯巴蒂来干嘛路啊？神是要我们能够。天天的来跟他亲近，领受神的教训。神希望我们不要为了世俗的的生活来玷污了。神希望我们神希望我们不要为了世俗的生活来玷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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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大龙在破坏的时候，神是带领着富人来到了旷野，来一个比克里诺卡，我斯托拉法法海姆丹尼尼拉克拉，要躲避那蛇。我们米利亚斯托拉温德图拉，其实真的是躲避那蛇嘛？所以那阿巴卡里哈，斯托拉温德好，那边是没有蛇存在的地方。哦，都温德里加多拉克拉。如果我们看到的第十七章，你会吓掉。哎，伊古多拉穆古西乌就那那笑。第十七章，穆古西乌就那那笑。这边提到的，这边约翰在林里面就看见了一个大萤火。马拉瓦赞努拉尼，约翰伊蒂尼里贝基马布鲁西古拉马伊当埃哈奈。十七章的第三天里面说，伊蒂鲁图拉朱纳纳西奥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米迦多哈马坎多诺方在阿里乌诺高沃斯奥克里蒂里马大伊尼蒂尼拉格拉，他就看见了这个大萤火。马拉诺米拉古拉马伊当埃哈发芽，结果大萤火也在旷野出现。那伊拉格拉古拉马伊当埃哈发芽，所以并不是那边没有萤火。所以一定要熬一个多的时间，在那边有更深、更周全的一种宝。在那边是锻炼出的一个更坚定信仰的这个忠贞的一个信。因为多拉那公民们都告诉杜亚，反正开多尼卡不辛苦。魔鬼要为了破坏这一批信徒，他也来到了矿。所以说，比不开要多拉尼阿古玛好一哎，没人说要多拉吉阿古玛。十九节，第十五，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十五节就说了。所以你魔鬼许多就你修啊，就丢弃。蛇就在妇人的身后，所以听到那救护车一个，从口中吐出水来，哎，发发一样，不然呢，弄多了急救，像牛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妈，咋在多阿罗哈？我们输给了多了发发一样，他是躲在妇人的后面。你把个一过来多了发发一样，进了。我们要注意到，魔鬼是躲在我们的后面。啊，你一过来多了脚步吗？当我们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把阿鬼的脚步慢好。当我们软弱不靠主的时候，你看你妈的没得这半个一个，当我们慢慢的被罪恶所胜的时候。当然，你屋里根本无意识，你阿哥嘛，其他好。当我们越来越以世俗为友，贪爱世界的时候，当然，为啥个那名字马努夫他都那啥斯个的好意？魔鬼就要出其不意的把我们吞噬。阿尔巴海过来过来，加罗马沙皮大木头的蛋呢？但是在这个旷野的地方，高尔山一点点都那拉克拉的好。有神借着神各样的方式的一种保护。这边看到地就帮助了富人。我那说的那好，那斯拉巴沙马伊多多拉发发也开了口，把龙口中吐出来水把它。
吞没了。那多啊，现在古拉斯拉玛噶卡里多萨伊达多哈维亚那努比达多哈维拉波阿内吞没了。这个龙口所吐出来的水是什么？我们那古拉说的那天那伊莫尤斯诺阿比阿内那啊，那拉伊吞没了。我们可以说就是指着现在世界当中所充满的各种邪恶的潮流。所以我们阿罗埃古拉米斯克勒吉达伊丁多纳萨斯卡泰拉黑拉萨奈米多拉我马尤库埃，这都是魔鬼的口令。那天那伊那拉伊那古马，要来吞噬那些失落警醒的人。多玛米苏吉多多亚拉里麦，就好像在出埃及记的那个旷野里面，出埃及的那个旷野里面，伊拉克拉豪伊阿比南埃，哦，有亚玛力人就躲在那个后面。阿玛力瓜达玛巴伊古赖，这专门要吞噬那一些哈落在后面的。我们达摩多拉埃古。来都还能比赛。如果我们的我们也成了落后啊、哦、失败的那一等人，那这个啊不可以以后啊，那三年级大，那么我们也会成为魔鬼吞吃的对象。那我们没得阿拉这个好意，哎，你是爱有家伙吗？啥不打不着你的呢？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九节，今天希伯来书七章三十九节，这边说我们是因信得生的人。不说怎样，还没给第一个信过农民的啊，我们保你。我们不是那个退后路沉沦的那一等。如果给他那里过来过来的啊，我们不能给你打那样三个感。我们是乃是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灵魂得救。信过农民的，第二个保你帮助十二方农民的。所以啊，在这，当我们进入这种属灵的，哈、哦、这样子的一个啊、哦、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你说我给他好一点的，你打开农家我才能那样把秀。在这边我们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因为这个多罗格达多波人农民的感情，农家结神周全的保护。你给他多好给出比一梦农家我真理的引领。你那边格力发展还有农家我。必定能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得胜。那是好一百个瑞卡百个瑞。你这边谈到了一个日期。你那边说多了，米阿提的呢？1260天。一千米阿古六九。三载半。一定要好有多上面站的建立多少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字，再就把的呢啊，地理把启示录的东西跟但以理书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我让穆西罗阿对但以理书好有把它加固废它。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言七十个七，你地理但以理书原来过了比多波罗阿比多，最可怕的是那最后的一期。我让塞过我来多啦比多奥斯卡。前三年半的逼迫是有限的。也还要多啦多啦面在那里多少奥格雷我多啦斯。还可以自由的来传道来工作，基于阿玛达亚啊帕特拉托夫古因，但是后面的三年半的时间，塞库来多拉波多罗啊啊多少面在那里多少，就是打逼迫领到的时间。哎呀，不可以多人了。从十二章到十三章，你比如你就你秀当然是就三秀，应该说从十一章开始，可能还等等就你秀就一直谈到了这三年半的时间。啊，都我那多罗阿美三年看你多少，但是他的描述很奇妙。但是巴嘎安古拉巴阿斯卡这边说一载两载半，不是三载半。所以不如我们说多在多少多罗看你多少，才能多罗米三年看你多少。大英书里面的记载。我让丹尼利修多拉马提开过，但是这边解释成1260天。噶马开下个一天好一些，你听过如果只有那每次出现1260天的时候，这也是三年半的时间。马上那那一些你听过如果只有阿罗米阿当时一个月差不多是30天。哎，多罗阿罗米阿米三年卡里多萨奥，你看那好一哎，多罗阿弗拉好一哎，卡里多萨那算。在描述神的两个见证人在传福音。是啊，我那比把的那古努米拉多拉都是阿米把我在耶啊，三年半还是用1260天。哎，我那三年半还能来好一些，你看过六个月。还有神保护显明，比你们能够多，你希望我用1260天。啊，一定要多那一些，你看过六个月。但是当谈到践踏圣城，但一定一定比三个三多五面多高。当谈到哦这个逼迫圣人。按照后一代的比哈古盖多哦，非常让他就用成42个月。那那都那十八啊，不容易了，多少安弗拉同样的一个时间啊，展开了长短。高利过了，过了高，不过他却要用不同的数字来描述。啊，罗马帝利过了比巴达斯卡格米拉，这也是启示录的一个特点。哎，我都过比起一点尼莫古西罗过了那。要告诉我，那个反正也是在那。1260，这是很大的数。我让侬按你身边过六个九啊，两头位。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传道。我稍微去看过你，马上要回到巴德纳多夫过夜。神给我们将周全的保护。你来以后，我比门不高兴的呢。神的保护的就像这个数字，这么时间这么长这么大。比门不高兴的呢，我大过你个广告多了，你安心上。但是我们也会遭受到困苦。高丽莎，我也不敢做这单独的米单。魔鬼会逼迫。会得胜胜徒。那加古马的那个好比努伊基达难，但是这个时间不长。刚才这个我看我那几个多年了，只有42个月。
Binaya saja sepat pur itu seam furas. Akhirnya saya tahu. 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数字来代表的那一个意涵。所以我带修罗米的好多阿弟老啊，爱神爱。都是要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保护是这么的周完完周全。我本来给他们第一般都告诉他们，好，我可真孤单。但是这个苦难的日子很短，好，这个撒旦破坏的苦难的日子很短就会过去。所以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我们就必然得救。所以今天就谈到了神啊，要来在魔鬼攻击教会、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对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说法。但是把我们保护在那一个。好、哦，这个那个树林恩典的旷野是啊，阿拉姆布比门门丹马萨鲁马埃努拉诺米古米阿拉奈啊拉格拉。好，最后的十七节，在乌雷多多纳朱纳纳塞再一次的表达了，伊拉扎沃巴里奥啊米萨达。龙不是一次两次失败就算。哎，我那家伙马奥伊多拉六奥只在多沙多罗奥沙瓦哈多罗米盖昂。到最后关头，他是永不弃、永不舍弃、永不弃弃美。伊是伊古来好这个比萨瓦，我那家伙马。所以十七节就记载着。就拿那些不能救赎，不能发怒而去，你们都不搞，登陆了，去六其他的儿女征战，格里安格里多路格拉米拉，伊斯库拉乌马沃沃沃，这同样的呼应的第十二节里面的，马扎海啊，米萨拉库拉就你谁？好，所以龙就站在海边沙滩上，但是后来已经被阿夫达夫干，沙沃沙努里亚都没人过来六，所以接下来就有十三章里面海中上来的怪兽了。所以伊拉什都过来不动多了，就三修好那一亚里都过来怪兽多了。魔鬼借着可能在世上的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政权，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哦，来开始进行最终的破坏的。罗马都比巴罗尼阿古马阿维阿拉特盖丁多诺萨斯卡好那个萨卡波特好伊盖拉黑拉哈那迪在不多诺埃比阿古盖努米拉。但是我们想，我们从第十二章里面。该算好神，看到没？但已经都能救这些。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啥个爱不哈巴巴噶？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时刻的警醒。记得我什么时候告诉好位蛤蟆？要谨慎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那我们那没当时这个这个记得好，不然基督要你啥意思？魔鬼很可怕，他很过来讲嘛，随时想要来攻击我们，得胜我们。哈丁也都伊拉，哎，啥比大魔高，啥比鲁伊高？虽然他可怕。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一次又一次的得胜的法，因为有主的应许，有主的保护。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我们得胜魔鬼的原因是。愿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就彼此勉励到此。我们来唱诗，三百七十首。俄罗斯奥比图罗。
说我的也是在那当所有也是我了来你将所见大家我是那种永远的纪念碑在我那那么纪念的碑今天我们正式靠着圣灵跟魔鬼来征战，跟情欲来征战，跟一切的试探引诱来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勉励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来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圣灵不是一个样板，让我们拿来夸口用。这个圣灵是要神要赏赐给我们来跟魔鬼征战用。所以我们要常常靠着圣灵来祷告。同时也为着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为着我们的儿女们来祷告。他们可能离开了家乡到都市里面去打拼，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素，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迷失，可能已经软弱。我们要用祷告来挽回他们，求神能够不放弃他们，透过他各样的智慧方法，再把我们那些迷失的儿女们找回来。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祷告，要祈求圣灵，要接受按手祝福的祈祷。一起同心合一祷告。谢主啊，在主耶稣圣灵的保守带领我们上午的这个聚会，从这个祷告会八点半开始，直到现在，我们这个上午所有的这个安息日戒联会的这个聚会呢，我们就暂时到一个段落。这其中呢，我们从谣传到的这个非常难体会的这个有关启示录宝贵的这个道理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分享解释当然它更重要的这个里头就是这个有关它带给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我想这里是在关乎在末世这段时间是攸关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信仰灵修上我们必须不断在继续努力也刚好在这一段时间传道从早祷到现在的这个启示录的信息让我们确实是受益良多，也求耶稣能够再继续在之后的这个道理的分享里面，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明白清楚我想这个是在这里来感谢我们
要传道，啊，也感谢我们天上的父神，啊，感谢主，所以今天啊，没关系。阿门。Thank you.
基督的大基督耶稣，马路海路过马路。